靠近来。来两百块来。来姐旁边，姐旁边那里。来旁边那里。来个两百一点。买两百啊？谁啊？红烧牛腩嘞？中午啊吼，通通有了。来，我买一包的无，一百块。来一百块来。来一百的有没有？来一百块来。OK 啊。别拿。来一百块来。来一百的有没有？来个一百，出去收了。还有个五。来一百的，文地茶，五啊吼，来，来共来姜母鸭，龙王只能自己剥，不会惨啊。我要上台再收了。哦，还、啊、有人要食鸡汤诶，无鸡汤诶。我要三头鸡，三头鸡，好啊好啊好啊，一千哦。三万，三万，自己你剥怎么会惨呢？在下，一个杀蟹来，来一千块，来一只三五啦。三只一千块啦，来，来一只来，来个人算到第一个来没有？直播竟然没有放在他自己的，来算到第一个。你什么口音？人算算头算头。算头还有吗？有啦，在那边啦。哎，过一下。算头机还有吗？有。过一天那一箱不是人家的吗？啊、他没有拿去、喔。拿去啊！拿去下。哎，他没有拿去、喔。你不是假鹅啊？你不是假鹅啊？这样子过掉。哦。同事人啊。他没有说啊。他没有说他亏，没关系，等下看他会。龙王他好像直播是放在。蒜头是无啦。不好拿。啊，蒜头啦。蒜头现在拿了没？来，干点啦，人参先来啦。有没有人参鸡的？来，人参鸡来。可以买一只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一只三百五啊，来，一只三五来，来人分鸡一个线来，来350块来再来，来带一只松啊，这大米，来，伊个餐厅煮出个大米啊，好阿伯来，来350块来，好，来，我先买人参鸡，先给你人参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先一个人参，蒜头还没拿出来吧？两个人参一个什么？两个人参，两个人参。蒜头蒜头给你摸的，够无来？人参的人参阿边阿无来吼？哦，来。三百来斤嘞，不让斤嘞，你要一千条。蒜头呀，三只500啊，这里六只1000块啊。好。来。蒜头你放留三只放后面，三只放后面，他等一下一起吃的，哎，然后他在现场，来两个人三一个蒜头的，三只蒜头要了，哎，三只蒜头，放我放后面，哎，这边几只啊？350。哎，谁说两个人三一个蒜头？他了，我刚刚拿了。那里。哦，三个1000，好，他三。哦，他是两只人参一个蒜头，刚好1000，刚好1000。啊，你们谁走？他拿两只人参给你700了，所以3只1000。OK。我知道。来蒜头来杀价哟！你蒜头一只拿了吗？蒜头一只还没拿。杀价蒜头你要，这个给他。可以是两个人参一个蒜头。我拿去后面，你安静点。好。还有一只蒜头给我。好，乱掉了。OK， 给你了。好。来，变热了。来，给我钱来。龙王不会直播，他自己不太会直播啊。650。他自己不懂直播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昨天看那个港小梦那边，他直播也不直播一个多小时。我跟你讲哦，他们自己直播久了以后会懒得直播。
他们如果是自己直播久了以后，他会懒得直播。除了那个叶赵又廷以外，我有去跟他讲，他嫉妒心比较好以外，其他人直播久了以后都不想直播。好，来。赵又廷，我去跟他讲过以后，他现在直播越来越好。你看我要不要？来。来后面两只来。龙王是他不想要自己直播了，老实说，他不太想要自己直播，而且他也不想学。龙王不想学直播。大虾人还有货吗？虾人还有，虾人桌面还有，这边还有，虾人还在这边。你的画质最好，是哦。好，家人姐夫啊，在哪了？在你要在后面，等一下拿过来了。一箱100条。因为我直播，我还会把你们弄上新闻。是噻。哎，家人姐姐们，继续赚钱啦！来，从左边我问一个人买无？你过年时啊吼，该用早顿点，拢无可以整整的好啊。拜托。来两包两百。他们到现在上几次新闻？从左边什么两包两百？上两次节目，上两次新闻。冲砖饼两包200块来，我表妹两包啊，来200过来，多少两包？来200来，小姐，来200来，来200来，然后虾子还有，虾子还有。然后中华也上过几次节目，上过几次新闻。中华现在上过两次新闻。来个两包，我们冲刷吧，进来啊！变热了，变热了。卖菜把人花会过去呢，今天。怎么会上新闻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来个冷饭来。你问新闻台啊，为什么会上新闻？来200个了吧？来弄我哦。爷爷，爷爷是吧？你要要吗？后面那个你有要吗？弄我哦，来100的来。100的。再后来，还是100来。来100的。没有啊，龙王只有靠哪有靠自己？龙王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都是我直播的，哪有靠自己啊？龙王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都是我直播的，哪有靠自己啊？来，100块来。讲的好像我没有在理他。你要什么东西？讲的好像我没有在理他，然后哪有啊？包，包，100的够了吧？来。前面有个。你那个一箱的是大的还是小的？小的，小的。还100块的。来个100。有无100块的，100块，用我吼，来，来，萝卜糕啊，萝卜糕来，抓饼还有吗？哦，还有吗？没有，我没有了，不好意思，都有两包，来，菜刀贵有人来不？来，贵啥包不？来，4包300块的，罗西他有在现场吗？赶快拿哦。罗西塔，你赶快！来来来，300。罗西塔，你赶快！来150了，150块。来。罗西塔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现场？啊！我现在拿过来了，你们在哪啦？家人姐，你为什么送我来装？大小只的嘞？大只的，没有好吃啊！你还是喜欢吃，你自己留着吃啊。叫你拿小只来，卖只有装大只的。来，大过来，来150来。
好热哦。还能抱来抱过来。来，靠近来，小姐来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脱一下外套。来，我先来150回来。好，好，谢谢。不是，这不是直播，是重播哦。这是2022年的1月3号的。要找吗？不用吗？来150个先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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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这个就上来啊。来150来，最后两个，来最后一个来，150，再过几年150的，来一点来。来帮你接机，好不好？来。好热。哟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卖。哦，好热哦。来，小条找到没？找到了。谢谢。那么久。隔箱不要开哦。先给我一箱啊。先给一箱。我奶奶的。来，450来。结果他猜一猜怎样？人家都说买一箱就加算一百条，再去算，来一箱啊！加不一箱啊？再来一箱啊！再一箱。我的话，别过来！呀，希望来一箱。我的哥在不在？谁？谁要箱？450还是400？450。他比较会回头来。这大条我先买啊，大条的我一条七七的吼，一条啊，全部也会回。我嘛是200块上来了，两条、4条、6条，200块。有人来无？虾仁卷呐，多哦，一条34块，有人来哦。好，无人卖卖卖卖。来来来，拢卖来，拢卖来，无人来，拢卖来。哦，黄鱼啊，找到啦，黄鱼。粉的吼，对哦，头前要钱哦，钱较好就钓一只15号啦。即摆哦，大家拜拜哦，拜拜这哦，好好，钱都钱。我问一下，大只的，一只一包哦，1公斤啊。我问一下，上尾两包2公斤，搁开200块，200块。想要食柳叶鱼无？柳叶鱼进来。2包200块了。啊，这就好。你是虾仁卷？无，我不需要啦，你搁算100条。先找你，先找你，来，再来。来，还能包？这没有蛋的，那个。我拿外头还有蛋，这个呢？这个呢？完了，我们老难怪是新来的老师。二姐后面的没有啊？那个来，哎，我这个是几刀？没有，他没有来。那你去照顾自己就好了，要百块了。来，过来买不？来，两包了。一包啊。一包，来，还有一包的呢。还一包。来，给你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两包啊。两包。来，两包。我们个，后边个。边了。还有两包有无？还有一包，100块。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收钱。收回来，帮我转钱。一包。收两包，收不到。收两包的钱。一包一百。来，100了。还要100来，来100来，来这100来，我来包一腰来，萝卜糕没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能嘟嘴啦，来包一腰，人要吃不？你点点饭，我叫点饭糕啦。来了，最后我们给下来来，大家都要吃，他故意不卖虾子。今天我为了吃虾子，前天上次吃过百五块了。对啊，等于退兵来吃汤面煮鸡汤，会使点卖。后来哎，这些今天100块两条300块就结了，卖300块涨3条300块，4条300块，后面的鲍鱼就得5颗300，6颗300块了。进来啊！要吃鲍鱼的6颗300，今天出国的破了。来300来，来个下来来，金龙沙喜来，来5条6颗300来。来包一个上来，1、2、3、4来，五来，六来，300块了，来，六上了，大火锅，来过来了。
包去啦。后边三百要结婚啦。刚才那个葱抓跟萝卜糕一次就把它卖掉了。来，300来。好来，谢谢。来300。还有300块下来，来鲍鱼咧，我不要结婚啦。哦，你算是购物哈？有啦有哦、喔。啊，你鲑鱼购物无？无啊，鲑鱼无啊。鲑鱼刚购物哈。鲑鱼。冷冻的那个。没有没有。剩几只的哦？你鲑鱼剩几只的哦？多拿。有。整只的好像也没有了。整只的也没有了。来200。鲍鱼还有吗？鲍鱼那个片啊，片鲍鱼啊，鲍鱼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，然后你要吃鱼啊，头一天哦。没有了，鲍鱼嘞。啊啊，继续卖啦。还久啊，我。来，进来啦。那都没了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啊，出鳕鱼啊。姜母鸭还叫羊肉卤，还搁你问这，搁你讲姜母鸭，你搁问羊肉卤错了。来，这人要姜母鸭无姜母啊啦，会用回去哦，你搞嫌烧着啊。哦，南一挂火锅聊落去就好啊。真的，我看不懂你们在聊什么。我们坐这汤头，你们三个人聊三种话题。我们坐下来，你们线上三个人聊三种话题在聊什么？200多块，来一包200，2包400，我们坐这两包卖3包有人来无？来200块了，2包200块。哎，这老后边跟那三个蒜头鸡在一起了。这个呀，来200块来。有后面。来个人来无？这两包卖200块，两包。快点啊！我要叫我来吧，200块，姜母鸭200了，姜母鸭过来200块，还200，200块姜母鸭200。对呀、啊，盛明说的对，盛明说的没错，不要跟人家讲的话你不喜欢听，把它封锁就好了。200，听也不会听，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，跟你讲，真的不重要。来个下来200，200块，不要跟人家争，不要跟人家争。啊，我卖包一百了。100块，一百块，个人包呀，个老酒，十个老的个老酒。来，一样流货。来100块个，来。放一起啊，放一起啊。来100块，100块钱。下午是我弟在新打港。来，100块个，来，100块。要不要2包啊？来，2包，来一千过来，还有个2千过一个，2千个过。套条也好啦，套条好啦。黄鱼哦，黄鱼套条拢我来啦，来。白带鱼养活啦。白带鱼就白带鱼啦。来，今麦来。吴子安有来哦。2包哦。真的吗？他有来哦。2包。好，来个人要来无？无啦吼。哦，白带鱼啦，啊，姜母也无人来哦。哦。姜母鸭1包100块啦，无人来，100块。哦。虾仁。虾仁1000块啦。黄鱼糕。来，两两个，那可惜啊，我拿来，这比较重。哎、欸，阿弟，谁啊？真死人，你干嘛？我昨天有去的哈，我昨天已经下新家港了。哦，大颗的 S 的了，2盒，来，啊，1盒1000。真死吗？一周过后，大去一台的，哇，干杯。真实的哦，这是真实的哦，1000一盒一千，对，1盒1000，1盒1000，来劲啊，真实的哦，真实的，来30干杯，接下来来，
三十几干杯，你还来看我大粒，这大粒，林老师，你看我比林伯良，你要谈个大粒，伯良哎，你有看过？看一下，伯良，来个下来，来，别讲啦，龙武哦，哎，龙武这可以保保利永续的，这可以保利永续，来，这么贵啊？等几天？等几天？唔忙抢水哦，未使抢水哦。等起自然退兵了，我啥物事啊？三十几干杯啦，个人来无，最后出三块尔无啊？拢有啊吼 ，S 的哦，大粒的哦，一千块。最后两盒，最后个两块，无吼，再来 S 的一块，无你一千块，我吃袂落啊。啊，你讲，对吧？三十。一千，三十几。东西靠，东西靠。剩下最后一盒了，对，三十级的干贝，哎，再切一切。就在上面挂鱼龟块。哪里？来过来，一千块。龟，哦，又干贝啊，是不是龟也有干贝啊？